摔死、踩踏而死的不知有多少，你说气不气？他看到的不会就是祖师爷封印尸妖的那一幕吧？更可笑的是，冥界鬼妈并不听他的话，搞小鬼之前先把施法道士们的魂魄吸了个干净。没想到鬼母是根据目标强弱来选择献祭人数，更没想到妖童如此强，居然让鬼母耗尽了全部施法人的性命。雀儿，你到时候上前没参与施法，躲过一劫，也算老天有眼，留给正道门一缕香火。我的失误害了正道门，实属罪孽深重，可保住了千万人的安危，也算值了。你们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怎么就值了？你们的名誉是保住了，但因为你们乱来而丧命的村民咋整？本以为这事儿就完了，但几日之后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一些冥界妖魄跟随鬼母来到人间，被沾染的人们开始妖化，鬼母残留的冥气也四处飘散，湖里的尸体开始尸变，不少妖魄飘到了外界，华夏大地定有不少人会被浸染，成为人人喊打的半妖之体。可恶的臭道士，说什么斩妖除魔，不过只是为了自家名誉而已。呸！当人被妖害，成妖被盗灭，我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拜正道门所赐。难怪你身体里还有残留的人魂，所以你也是被……不错，我也是被妖魄所侵才成的半妖。不止我，隔壁空荡阁的老弟也是受害者。爽啊，你别太那啥，毕竟是他的一面之词，也不能全信的。哼，他独自一人闯云门，想必正道门已人员凋零了吧。如果真像你说的这么伟大，必然门庭若市，弟子无数，怎会落到如此田地？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，如若不信，去一趟广阳县，一问土地便知。这事关正道门百年青云，拿到极阴之气后，我一定会去广阳县一趟，查明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如若属实，我会将妖魄冥气一并驱除，还世间一个清净。宝儿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。跟个屁，你带着他们仨回关好好修炼。我不要了，求求，人家好担心你的了。好了好了，看你们之后的表现再决定带不带你们去。太好了。哎，真是的。墙体那边有打斗的声音，墙体正好有裂缝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隔壁的情况。是他们。花之体，妖怪，把老夫剁碎了你！江兄和大叔正在和一个巨大的邪种战斗。原来之前的两条路都能通往这里，那他当时为什么要把我支开？肯定知道我走这边机关重重，还有炮男兄弟坐镇，所以想让我去送死。这种巨型血种要把它四肢头颅统统砍掉才能将它彻底消灭。大叔太胖了，继续砍，加把劲儿啊，他已经快死了。不对，朝头上砍，用点力呀。这小妖怪怎么回事？这不是他的同类吗？为什么会这么兴奋？战意直拳。等一下，这个大块头怎么会这么弱？按照常理，越往内部敌人等级应该越强大呀，连身为普通人的他也能轻易割开妖物的肉体，比空当阁的喽啰还不如。
种种迹象显示是个小妖怪，绝对有问题。啊，刚刚才打掉的怪物肢体这就冒泡腐烂了，绿色血水和腐肉散开了，露出来的居然是人类的内脏和四肢。这看来这里没什么问题。这是我家，只有弟弟和我，你坐一下，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啊，嗯。他会是谁呢？一句话就将我从石牢中放了出来，虽然他说自己失忆了，但非常可疑。一个时辰前他突然来到石牢前对我说，啊，你是来找我玩的吗？然后吩咐一声，守卫就打开了铁门。他或许只是某个掌管者的傻女儿吧。算了，别管他了，先在房间里搜索一下，说不定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或地图。有个奇怪的笔记本，海云会，为何书上写着我家族的名字？难道这里的事还跟我家有关？让我来一探究竟。我叫陶明熙，出生在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，有一个热爱学习、思想很前卫的姐姐。母亲思想封建，对姐姐时常抱怨，可我能看出母亲还是很期待姐姐能活出跟她不一样的未来。父亲是海云会的二当家，虽享有财富，却从没有过纳妾的想法，是个有担当、负责任的好男人。因为他们，这个家很完整。海云会是做海上运输生意的，父亲入会十几年，不管工作还是交际都做得游刃有余，得到了大当家赏识，最终做到了二当家这个让人眼红的位置。三当家刘国维就表示过强烈反对，谁让他们是亲戚。后来无商势力进入本土，面对强大势力，我父亲坚持加入，正所谓树大好乘凉，可大当家苏问鼎却不从。随后海云会被其他加入无商的势力合力打压，运转困难，会长苏问鼎也束手无策。眼看海云会一步步衰退，父亲便瞒着大当家私下跟无商做成了几笔大买卖，让海云会度过了经济危机。就在庆功宴时，三当家刘国维居然当着所有人污蔑父亲私用船只运鸦片、武器、人口。父亲只是想为海云会做更多贡献，绝不是他口中的罪人。父亲被软禁后，大当家非常懊恼，并且想破例不追究，可老三刘国维却极力反对，并拿出家训和祖宗牌位，义正言辞地请求大当家使用家法。祖宗立下两大门规，伤天害理之事不做，祸国殃民之事不做，二当家全做了，如果放任不管，如何面对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？大当家最后还是迫于无奈，便把此事全权交于三当家刘国维处理。海云会以海为家，受家法之人也将归于大海，家法即铁律，手足亦不能留。